咱灾害，然后我们通过给我们重庆的鲨鱼，然后再看安全的教育。然后我们这里的话，就是有丰富的就是配套设施。也是做一个我们兰州或者兰州新区做的一个独家的这个项目，通过公共性。之后，它都需要冷藏大约四个小时，温度是2到3度。就所有的带香味的鲜花玫瑰，它其实都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花期比较短。但是咱们大部分的玫瑰花的花期在冬天，只要家里的温度太高，一般都能放20天往上。